几点了？五点，哦，啊，其实有3秒可以，可以。还有3秒啊！我先躺开躺。快打，快打！惨什么？打蜜雪者。瞄准哦！我好我一下，我现在很痛。没事，那个直接打掉，直接打掉。哎，先牙虫卷血。在腰上，你先拉一下躲风。那自高自高，拉自高。你逃走了？那自没有没有，我没逃。放心。好，我们站 VO， 我们现在站 VO。哎干！靠背，嗜血打自高。嗯，是啊，可以。瞄准哦！快点啊，我保护要出来。哦，刚好。我干。好打，下一只你抓，下一只你抓，来把虫群干掉。再下一只是哪一只？先讲吧。虫群啊！我说再下一只，再下一只打那个毒化心，毒化心智。哎，毒化心智啊！再下一只毒化心智啊！放心，没有，我开场不是讲完了吗？毒化心之间打，放心。毒化心是我谈，那最后那个夺风就交给你了。下一只是操纵者啊、哦。哎、欸，毒化心之完操纵者，然后失去心息吧。看他这颜色啊、哦，夺好我。准备打操纵者，操纵者你先抓一下，操纵者你先抓。操纵者，那个音波投射小心，不要站在他面前。另外一件事情是，离虫远一点。那个鸭场你随便，你暴虐。放心。然后夺风你抓，夺风你抓，先打暴虐，等一下打暴虐，啊，先打暴虐快点，坦夺风坦夺风你坦夺风，暴虐打完打失去。放心。这只虫是谁的、啊？召唤出来的、啊。
欸干了，我不知道我哪几只没点过哎，这样怎么办？打失去，放心。那个，请问各位捕食都还有招吗？要干嘛？我等一下只是想，算了算了，不要试，不是不是，没事没事。放心，因为我现在被那个夺风者打有90%增杀。简单来说就是 SSL 耍白目。完了，是。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。你明明就有中。